么怪怪奇怪的事情。Nope。就这样了，我也害羞。钢管在过去，钢管去找姐姐。他说。大家好，我是亮亮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出门走走了。我们安排了非常之久，来到了宜兰啦。这一次我打算拍一支影片，带你们看看川汤里面有什么样的设施啊，还有它的晚餐有够好吃。如果没有住宿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来这边用餐哦。今晚就带你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吧 ，Go Go！ 我要来恶作剧，过去。嗯，嘿，小长，哇，房间很漂亮哎，不叫，不叫，你的骨头好软哦。这是很浴衣耶，等一下就可以穿浴衣，因为我们这间是四人房，是我们四人房的厕所。太棒了，我们家没有免治马桶，我喜欢免治马桶。然后下面就是吹风机、洗漱用品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加分。可爱的小夫妻，我有丑八怪。没有，我很帅。好，我不是丑八怪，帅的摄影大哥。你好。大家记得口罩要戴好。吃螃蟹，你想吃什么？想不到的嘞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一片超夸张的。这个是乌骨鸡汤，像是这边的汤啊，都可以拿这个来夹。这个茶碗蒸上面有鲑鱼卵呢，热红酒哎，天哪，这里还有热红酒。花生卷冰淇淋呢，这个通常在外面卖一组好像也要45块50块，这边还可以自己 DIY 动手做。我就看你这块你要怎么吃哈。那什么 ？cheese， 你咬咬看就知道可不可以吃了。他也超爱的，他可以都不吃，其他东西都不吃，就是瞎留下。是可以的吗？那我跟大家说，吃这个哦，要记得剥开哦。他后面有这个可以拉。耶，来喽！这奶酪很好吃，不雷。吃花生卷冰淇淋，而且我觉得这里的点心很棒的是，它都这种小分量，所以我们可以吃很多种不一样的口味。哦，有香菜，嗯，花生粉可以特制加超多，超爽。我跟 Sarah 已经换好了，我们上去泡温泉，吃个宵夜，喝喝小酒。好惬意哦！我觉得是，嘿嘿，伙伴的对象。我要放哪里？他不要大家看。我们泡完了，哇，好舒服哦！等下我要回房间睡觉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们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。那我明天见啦！包包跟雷包送我去医院，所以大家记得泡温泉。
起来休息，你只要一个多小时都在水里面。在这边大家都要戴泳帽下去，因为卫生问题，大家都要戴。乖乖戴。我养猫。我养猫。别尿尿，我一只脚养。No！ 然后这个43度，然后这34几度的先跑，这里是好的24的，大家怕跳，这里超多犬的，而且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，这个是常备炭，没有血，而且这边你们奥运胖觉得饿啊，旁边还有贩卖部，里面还有烤箱啊。蒸汽的，重点是这边这个是可以蒸脸的，因为我现在有上妆，如果没有上妆的话，可以蒸一下，把毛孔打开，它其实也算是清洁的一种。然后在这边有石板床，那这里很多人躺在这里，它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好舒服。我今天应该是泡不到冷泉，因为我太怕冷。所以这边超便宜，平日好像一整天230，然后假日350，然后你可以一整天在这边玩。我刚刚跟这边大哥聊天，他说他可以早上8点就躺在那边。对，他就是一早来，然后就躺在那个床。我要去隔壁比较烫的池。算了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想说跟大家讲说我要去隔壁比较烫的池。然后我一踩到地板的水，我就回头了。啊，好舒服哦，还有搬来宜兰哦。这边感觉一切都是很亲近大自然，然后没有什么压力，而且在这边超好睡，这里真的是天堂。因为我前阵子太忙了，然后加上家人生病嘛，就一直在台中、台北两边跑，常常医院进进出出的，所以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。在这边放松泡温泉，手脚比较冰冷，泡这个就是全身都会超级温暖，而且如果不想要下水的人，其实也可以泡脚。它这边足汤也很多，双人房也会有汤屋。汤屋的话，就是可以在房间里面，其实也不用穿泳衣，就跟家人或者是跟另一半，就可以到汤屋里面去休息啊。现在要去另外一边。很冷哦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40度的池，这个蛮烫的，因为隔壁快要44度，我就有点受不了。我就走了走了，43.8。你看爸爸这里太烫了。要看到我的肤色差超多的哦，好烫哦，太烫了。丝瓜泉，我跟阿祖来泡丝瓜泉，这绿绿的，不觉得很像某种怪物的黏液吗？然后这面都是置物柜，只要进来他就会安排一个位置给你。那边就是小朋友玩乐区，还有溜滑梯。这边就是 SPA 区，很多人在这里做修炼。现在来躺石板床，嗯，好舒服，对，好舒服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北北早上8点开始来躺在这里，他好睡。爸爸太平常了。爸爸有警告哎，第一个啊，警告。哈哈，对不对？放上去啊，放上去，但稍微压干一点。哎呦！不要这样了，我也害羞。我们刚刚赶快上来洗漱一下，没有吃到早餐，但是早餐的位置跟晚餐的位置是一样的哦，它只到早上10点。我们现在要去玩乐园，里面有很多球池啊，或者是一些溜滑梯可以玩的地方。一样，三人行，出发。
看好之后，它超多区域的，而且健身房也在卡兹同乐园里面。我是来放松的，我不要来健身，我要去玩，我要去玩。维修区，好可爱哦，史努比的。你要不要开一台车？不行哦，这车小朋友可以玩，上去就坏掉了。No no no， 好可爱哦，这个有点像遛小孩的感觉。这一区是那个画画的，在这边拿你想要画的，然后等一下扫描进去。就好了，我鸟，那你就拿它吧。我们现在来开始画画，我们画完之后就给它印在上面去。给它画点腮红，我画好了。就这样。我好了，你呢？哦，你们这两个小朋友小时候很认真哦。亮亮小朋友画成这样，糟糕了。哦，出现了！出现了！出现了！在这儿。哎，好可爱哦，在这里。海底游乐园是在3岁到8岁儿童乐园，就给你们看看大概的样子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继续开车绕一圈，那就是赛道。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好幸福哦，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可以玩。我们现在拿鞋子出卡兹同乐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亮亮。我们现在人在诺拉说准备书画，因为我其实一年都会想要给我自己一个目标，今年我想做一本写真故事书。今天重点出来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拍摄我们的写真故事书。这本故事书呢，跟其他人的写真有点不太一样，是有一些我自己的故事，或者是我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延伸出来的故事书。这次的故事书还会有用声音的方式呈现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我们现在化妆师人也到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开始书画吧。我现在完妆啦，我等一下去现场，不知道会不会融妆。我们今天天气超级热，然后今天类似我们的摄影师。我们的摄影师比较害羞，那我们现场见吧。这里是卓妈妈狗园，在内湖这边会收留一些可怜的浪浪动物。卓妈妈人很好，做一个小型的狗园，保护这些小孩子们。因为动物有点难控制，我们赶快去抓紧时间拍摄 ，Go！来到狗园，你觉得这边怎么样？很热，然后很多狗狗。刚刚有一只狗狗直接扑上来就从我脸上狂舔，超怕我口红被舔掉的。他们不能吃到口红，怕对身体不好。你睡过小心烫哦，来开那种车门，对，然后他们也持续的有进来。毛毛从头到尾都是头跟脚都定格了，毛毛定格了。我不会在旁边，因为太吵了。真的，要不然带过去，要不然去找姐姐。玉曲，玉曲，你等下看一下上面的那个外套是不是我们？
去海边。我们最开心的那一趴就在这边，下一趴开始都是比较忧郁的风格喽。我们待会见。我们到海边了，最近手臂有点胖胖的，大家请忽略我的手臂。感觉怎么样？酷！我刚刚又想着怎么办，还不会吃到塑胶，海里面的生物吃到什么人为垃圾？好比说我们人就吃那些东西，开心。我们最后要拍下，他要下水。真的要注意，垃圾不乱丢，一起爱护我们唯一一颗地球。哪有这么搞干，还自己着急？而且那个是大陆的矿泉水。我要准备下水了，走下去会长什么样子？小心脏都要停了，我们看看这里有多高。对，蛮高，可能还好，但是我怕高又怕水。我现在应该差不多算收工，去整理一下，看还有什么景要补拍的。我先走，我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。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拍摄，我们现在要去 Nora Sands 梳妆打扮一下，晚一点还要去蒸汽雨林拍摄室内的风格。你这有睁开眼睛吗？是我看过，我看过。我有睁开。你有睁开、嗯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好看。哦，原来长这样子哦，很香。狗狗的海带，很小的我看你会擦掉。我们到蒸汽雨林啦，现在拿我的衣服，但是先不给你们看，我们等一下继续。对，我就直接去他家，他就叫我去，我直接穿这一半厕所，他就说我的衣服。你的脖子还好吗？一个人在家里在想些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要努力的振作起来的那个纠结感。在你的脚下带你。我们现在在化上妆，欧神很厉害，而且欧神都化很快。
哎，拍完了。拍完了，等一下要去拍最后一个主题。什么主题？北漂，我们要去北车附近。我觉得应该也有跟我一样很多来台北工作或者是去外地工作的人，其实有很多是会想家的心情啊，或者是人生地不熟，你想要找人讲话，你却不敢找任何一个朋友或家人。这次就是把这个列入我们的主题。好，那我先补个妆。北漂了，今天很辛苦，我们所有的幕后团队人员